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祝你好运节目，我是杨琼怡。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要跟观众朋友来探讨的是男性取精的问题哦。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欢迎妇产科医师蔡峰博蔡医师。蔡医师您好。杨琼怡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是，那么同时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哦，蔡医师也会提供几个个案来跟观众朋友分享哦。那么观众朋友如果说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蔡医师呢，都可以打我们现场的 call-in 电话，电话号码是726-4613。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蔡医师的个人档案。蔡峰博医师，资历博元妇产科院长，前长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荣登世界名人录，不孕症著作3本，连续4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今天祝你好运的节目要跟观众朋友来探讨的是男性取精的问题，为什么男性的朋友需要透过这个手术来取这个精子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几个个案呢，来看看这些个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要利用这种方式来取得精子那么首先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蔡医师来谈一谈第一个个案？对，我们来看一下幻灯片，第一张幻灯片。手术取精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包括附睾丸取精，这是最容易取的。那睾丸取精，还有一个就是，在任何可以取得到的，像 VAS 那个地方也可以取到精子。是。还有，如果说真的取不到精子，那还是要生孩子的话，就只好靠精子引囊。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下一张。所以这4个方法都是要取精子的管道方法。前三者是手术，最后一个就是摸波啊，就是要用借的哈。是。这个案例是不孕症夫妻，不孕症7年哈。那他们其实差不多在结婚到第4年才知道说丈夫是无精症。那在南部一家医院，因为证实可以手术取得到精子，后来他是睾丸取精。那睾丸取精之后好像有点发烧，就是开刀的伤口有点发脓，然后那次没有成功。那后来辗转介绍到我们医院来，那我们的评估是奇怪，抽血都 OK 嘛哈。那附睾丸摸起来也是有一条像蚯蚓，就是说它附睾丸其实是可以取得到精子。那我们的泌尿科医师就用附睾丸取精。是。那做单粒精虫显微注射，剩下一个双胞龙凤胎。所以这个个案呢所以这个个案我们从这个实际的案例可以发现，就是说无精症到底是要睾丸还是附睾丸？那很多病人就说：“睾丸就睾丸，附睾丸就附睾丸。”就像我们台语就是说，睾丸在我们，比如我们在吃鸡，不是有卵混嘛哈？这睾丸其实在我们的台语就是卵混哈。是，那附睾丸又是什么？其实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影片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了解一下，否则的话可能观众会头水。为什么这个取精睾丸也可以，附睾丸也可以？又不是总统副总统，有什么睾丸附睾丸？我们看一下第一段影片。好，这是男生的，我们说是两粒的那这两粒其实就是我们常常称睾丸叫做祖孙带就是生子生孙的祖孙带祖孙带子那这两个睾丸呢，就分别藏有拉出来可以有700公尺的七细精管。那这个睾丸呢，就是造精的工厂。那你可以看，睾丸是造精的工厂。你看椭圆形这个里面有一圈一圈的，就是睾丸。是。可是里面上面那种蓝色、绿色的爬在上面有没有？一条像蚯蚓会亮发亮光的，那个就是副睾丸那所以睾丸呢造出来的工厂，这个成品就放到副睾丸去成熟14天，造精在睾丸是60天，在副睾丸是14天，所以一个精虫的成熟要74天的道理。所以睾丸就是这一颗那个圆圆的，那副睾丸就是爬在上面那一条像蚯蚓像斗问这一条就是对。那副睾丸其实就是已经做好的成品就放在那边，所以是仓库。所以如果是说差很多所以我们事先可以去摸它是这个睾丸上面有没有一条像蚯蚓。对，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在那边扎针。是。扎针其实容易，那就是睾丸的七细精管，我们把它做横切面会发现精虫做出来就一条一条的会动是。那这条动大就是它其实是一条有点像水管，那这个精虫就会流就是好像是大江长江一样流到附睾丸去。
所以其实整个睾丸副睾丸好像看起来是两粒，其实它其实是有很 同一个对，就是有一条不中断的造精的系统，这样子一直连续好像是卷毛球这样子卷成一颗睾丸。哦，所以睾丸呢就是很容易明显刚才那颗。其实大家我想各位观众应该都吃过那种鸡卵粉，就是一颗圆圆的，是它是造精的工厂，那副睾丸就是上面那条蚯蚓，那是储存的。那通常如果是说它抽血正常的话，我们通常会请泌尿科医师去评估，摸到有没有一条像朵问，就是那条副睾丸，如果是摸得到，通常他会从那边用一个蝴蝶针，然后用吸的，用负压吸，就把那个精子副睾丸取出来的精虫就跟男生射精是一模一样。通常副睾丸取出来的精虫会，我们会分很多管子把它并动起来，因为它取出来就是也是白白的，就是像男生的杏仁色，我们说精液的正常颜色，杏仁的颜色，好像你在喝杏仁茶这样子哈，只是说有点粘稠，那个粘稠就是前列腺一加储精囊一加进去。其实很多男生就说，哎，我这一罐精虫这么多，其实你看到那一罐精虫白花花的哈，精虫的体积只有在那个白花里面的1%，其他的99%就是射精出来，然后一直加前列腺液、雌精囊，一直加、加，就是、其他的成分，不是全部都是精虫，不是盐脂。我们觉得买果汁有时候说，哎，这是100%盐脂，其实它是1%的盐脂，99%是糖水的哈。所以有时候男生就是说，还有一种男生就是说，有时候是不是在验的时候，哎，那个男性朋友会说啊，我就这么多，怎么会说没有，或者是数量很少？有时候他射出来一大罐。那我们刚才讲说，哎，显微镜看不到精虫，他病人会跟我们 argue 说，哎，可是我精虫这么多，我说你看到是精液，好像是说你看到是一罐糖水，可是这个糖水里面有没有果汁不知道，是验一下就没有哈，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了解。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哈，好，所以第一个案例它是副睾丸取精，那第二个案例是不孕症夫妻，不孕症5年，那胎儿检查都正常，后来丈夫就被确定啊，他是无精症。那我们通常会帮丈夫抽血哈，抽血不是太太的专利，丈夫也可以抽血。是，一抽血发现他的抽血正常，所以我们就从刚刚那个影片里面的那条蚯蚓状的副睾丸把它吸精液出来去做试管婴儿，生了一对男宝宝。生了一个男宝宝。好，那所以这是刚才那个影片，大家如果说非常清楚的话，就知道说哦，副睾丸就是趴在睾丸上面那一条，那个摸得到，那个如果说有经验的泌尿科医师他摸，如果肥肥的，好像肥滋滋的哈，这个里面有精虫。那男性朋友自己不容易感觉得到。男性朋友常常会教他怎么做呢？就是说，你洗澡的时候手比 OK， 大家 OK 没有人不会比哈，就是你的大拇指跟食指比 OK， 是，然后再把一边的睾丸，就是右边和左边塞。如果塞得过去，那就没有造精功能；如果塞不过去，就是比较大颗嘛，就是有造精功能。所以这叫 OK 测验哈。那这个是一个台北荣总黄志前医师发明的一个 OK 测试 test 哈。我们看下一段 VCR。好，我们来看这个。好，那这就是副睾丸取精。副睾丸取精很简单，就蝴蝶针扎下去，然后你看到那个助手再用那个负压，就是用一个针筒，然后吸，然后他如果针扎到的话。那这个泌尿科医师就抓着睾丸，然后就扎扎扎，好像有点像是在探测那个油田哈，扎扎看这里下面有没有石油，好，然后这边呢，这边的这个这里就是用吸负压，这就是副睾丸取精。副睾丸取精如果顺利的话，就到垂直，很快哦，那个。这个手术大概要多久呢？这个10分钟以内。10分钟。对，而且它的麻醉它的麻醉是只要在下针的地方，是水。不是全身麻醉，局部麻醉哈、即便是要睾丸取精，也是局部麻醉，不用全身麻醉哦。好，我们看下一个案例。好，好，那这是一对不孕症夫妻，不孕症了6年，然后那丈夫也是无精症。我们今天的案例都是无精症的哈。是。那抽血的时候发现，丈夫的 FHL 值都超过12，太高了。那我们知道以后就知道说他手术取精的几率不大。那我们原本要他做展示礼，他拒绝。那后来他要求手术看看，我说几率不大哈，不到30%。后来果真取精取不到。取不到。那事先我们都已经跟他讲清楚，所以他就直接
做精子银行生双胞胎。那很多病人，当我们跟他讲说啊，你是无精症的时候，通常男生会觉得非常沮丧，是啊，有时候会生气，那有时候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来的，他就是你不用觉得医师是乱讲的，对，你差一次跟我讲无精症，你会不会弄错？我要去别的医院啊，有的就 是啊，不然我要去吃中药了，或者是吃偏方，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病人，像今天就有一对夫妻，太太跟她的，大哥来找我们，那他拿了先生经验来，就我们也无精症，那他们很快就要到，因为他们工厂是在越南嘛，后天就要去越南，那他太太跟我们说，他的先生非常排斥到妇产科，那戴冠经也是好说歹说，他才奉献出来给做检查哈，是，那我们知道就是。跟他的大姑，他的大姑相当于这个丈夫的姐姐了哈。我就说那是你弟弟的问题哈。那很在台湾的，尤其是我们彰化地区，常常会把这种不孕症问题施压于媳妇。对，我说你要回去跟你的爸爸妈妈还有跟你弟弟说，这个问题并不在你太太，不在你的小姑，而是在你弟弟的身上，在你的。宝贝的儿子是在你的弟弟身上，所以一定要让这个问题要清楚。那我很清楚跟他讲说，尤其是这种排斥来做检查的先生哈，一旦你跟他讲无精症，他通常第一个会生气或否认，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对，没错。这个有点像一个被宣布说，你有什么重大疾病，然后他一时无法接受，怎么会是我？是生气否认，是那这个通常我说你们一定要让你先生接受无精症这个事实，往下的治疗才可能展开的。对，那没有这一步，你后面都不用讲，因为是他如果不接受抽血，不接受开刀去取精，什么都不用讲了。是，哎，那但是可能观众朋友听到这边会觉得，哎，有点好奇，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个案都是无精症，哎，那为什么有的又取得到精子，有的又没有办法取到呢？这样比喻好了哈，比方说，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某家工厂做造的，那我现在在市面上买不到这个杯子，我们买不到这个杯子，那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就是做杯子的这个工厂根本就这个工厂就没有人去楼空，没有生产，没有产品了，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制造这个杯子的工厂有在做，可是它运送出来市面上这条通路这条楼空太屌了，这个车子过不来，所以你就拿不到市场买。是，所以总之我们现在看到市场就是找要买这个杯子买不到。那买不到怎么办？就是说我可以抽血就知道说，我帮这个账户抽血就知道说这个睾丸到底有没有造精。哦，所以抽血可以知道说还可不可以取得到精子。今天如果说这个工厂有在造精，那这个工厂有在造这个杯子，很简单，捞它掉来，那我就派直升机去把这个杯子运送来市面上卖。那这个就是想办法去工厂买，对，这个直升机去拿后，这个动作就是手术去取精。哦，那如果说一根本都不在做这个博呀，你派直升机去也没用。但是这个要不要派直升机过去，其实事先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抽个血。是，如果说他的性腺荷尔蒙过高，超过12，我们就说这个去拿到东西的几率不大。所以总之就是说。没有精虫又分两种，是一种就是工厂有在做，是但是它没有办法运送出来，一种是根本就里面没有半个工人，生产线都没有了，甚至搞不好连机器都没有了，那你去就找不到。是那这种情况下，比方说我明明就要这个杯子，可是这个工厂没有生产怎么办？那就进口啊。那这个进口的意思就是借，就是从国外进口，就是跟我比如像我们医院借精子银行，就这个道理。所以所以这个喝嘎仔啊，就是虽然说是无精症，但是有的工厂还有在生产，对，那我们可以去工厂里面取到这个精子。这样子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去借。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就是说无精症分成有在做跟没有在做，有在做呢就叫做阻塞型无精症，没有在做的叫做非阻塞型或者开放。